部有在问我说，我们有没有会中文的老外？嗯，我们要送到好莱坞去。你是不要提，我先讲。是吗？我真的。其实我要跟你说实在，我还蛮惊讶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比较选发表，所以你没有选发表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惊讶。你是 priority 是这个项目，我觉得最适合。嗯，对啊。你不觉得吗？你听我这样讲，你不觉得目前看来你是最适合？我是觉得我很适合，但是我很惊讶你也这么觉得。梦多、杜丽、贾斯汀三个人演戏这样子。我看过的，我觉得贾斯汀。贾斯汀演的。我是觉得他是我们节目上最有才华的人，表演方面的。对。我真的觉得你最适合。他没有问我我有没有最适合，他问我我适合吗？而且那个人问了他好几次，你觉得杜丽怎么样？你觉得孟多怎么样？他还是那个从头到尾还是选贾斯汀。